嗨咿呀，是嗨呀，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娜美做的。我们今天继续我们 Star Dream Chat， 我们就话不多说，我们就走吧 ，Let's go。好，然后我们上一集的那个投票结果是那个岩浆史莱姆等到遇到那个新的那个新的史莱姆，不对，新的我在说什么？新的啊，对，新的史莱姆，然后才那个才跟他们进化吧，对。然后我觉得，我觉得上面要加一个 net 吧，不然的话我觉得他们会跳出来。嗯，这样的话他们应该就跑不出来了。然后我看一下哦，这样子放置应该就没问题了。然后我们先过来，有人跟我说就是把鸡放在下面那一边比较不容易逃出来，是不是？我看一下，但我鸡也太多了啦。你是老鸡，等一下。所以我们就先把这些鸡，然后丢去那一边。这边真的会比较不容易跑出来吗？我不知道哎，试试看好了。Moments later. OK， 这样子应该就行了吧？然后你不要出来。点，进去。OK， 可以了。那我们先把这边给收起来。哎，收不了。等一下，这是 bug 吗？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bug 啊。然后就先不要理他吧，我们先把这个丢过去。这里我丢，这样应该就 OK 了吧。然后我们今天我记得那个猫咪史莱姆我们还没去弄好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可能就先去那弄那个猫咪史莱姆这样子。或者这个到底可以来干嘛？感觉它都没喷啊，是我错觉吗？它这个真的有作用的吗？我不知道。我们先放这些。我看一下，现在三点，今天有什么任务啊？今天要15只猫咪跟20个史莱姆，好吧，当做我没看到好了。然后我们今天先卖一点东西先吧，然后这边先一个小快转，哦，可以吸了哎，终于，我们可以吸上来，可以吸上来，好，那就没问题了。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去吸上来身上吧。然后我们现在呢，就先去抓几只鸡，然后喂那一只大只的那个猫咪史莱姆，然后看一下我们拿到的那个钥匙可以开哪里，走吧 ，OK。好的，我收到了，差不多20只吧，应该够吧。再给你这个，哦，有，可以了，有啦。哦，这是什么？哎，这里不能进。哎，我们在哪里啊？这里是什么？5000块，我们又可以到另外一个地区了，是不是？哦，哎，这里进不来哎，我们在哪里啊？哦，这里好多猫咪哦！天啊，太多猫咪了啦！来，哦，但这里到底，嗯？不懂哎，感觉下面阿表好像蛮不错玩的，5000块是不是？我们之后再回来，算是开启一个新的地区的吧。对，然后我觉得这些猫咪我丢来，算了，你们就住在这里吧。OK， 然后我要是哪种啊？被你吃掉了。算了，就这样子先吧。然后我们先嗨，走啊。每晚上都处理你们就饱了。放哪里啊？哪里啊？哦，看到你了，吃屁吃。OK， 好，那我们走吧，我们先回家。Let's go。OK， 我们到家了，然后我先把这个丢在这里吧，好不好？让他们吃多一点鸡。OK， 然后我们再……哎，等一下，我觉得要丢一点过去那一边吧。7只可以啦，我先给你们。好，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然后我再看一下哦，还没吃完嘛，对不对？这边还没吃完，那我们就可以先这样子放着，对。然后我们的东西都还没涨，那算了，明天再说吧。那今天就先休息。好，我们现在采收吧，这里。来，经过了一个晚上，应该全部都差不多了吧？我们先把这些全部给收起来，然后先喂一喂他们，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今天要做什么。OK，
我处理好全部事情了，然后我们现在有4314，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开自己的吧。哟，可以了。好咯，然后我们这里是比较一个特别的地方，对，它是属于一个暗区，对，我们是可以在这边养那个荧光史莱姆啦，有没有啊？然后之后就看你们投票说要养哪一种荧光史莱姆啦。那我们这边已经开启了，那就可以先放这了，对。然后有人说那个 lab 的话，我觉得好贵哦，我还有去看一下，差不多10000块吧。10000块的话，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是开取不了。然后我们还有就是这里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开。好，这里的话比较属于就是草原吧，对，草原的一个区域这样子，大概这样子，有没有？然后我们可以在这边养那个鸡呀、啊，对，它这边有天然的鸡呀、啊，然后什么鬼的？哎，所以它这边是连接这里哦。那我只是开取一个传送门而已，是不是？跳。好讨厌啦。然后我们这边已经开取了，那我可以就是丢我们的那个史莱姆进来，不是史莱姆，我们的鸡进来，这样子就把他们全部搬运进来，应该可以吧？然后先把这边给收集好，好多啊！这里收集好来，然后我先把这一个啪嚓，好，我看一下哦，他们这边很多东西都还没吃呢，我这边还可以再加给他们。好，然后这里的话还有很多，我们这个的话 ，mango 的话，我们其实可以放在这里。这里的话，我们就再放，我妈有钱嘛，我们就放这个 auto feeder。好，然后我们再把这个丢进来，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对，然后我们再把我们鸡全部丢进去那一边吧，应该没问题吧？虽然说我鸡很多。好，那我们就先把它们全部丢进去先。好，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好多鸡啊，一袋都鸡啊。来了这里，我们就先把这一只白色的鸡给系上来。我们先把白色的鸡全部就是怎么说，就丢到外面去吧。对，大概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这边就是可以就是放养粉红色的吧，应该可以放养粉红色的，看有没有粉红色的哪一种类型。虽然说我觉得放养不太好，因为放养的话，那个捷径比较难，那个比较难收这样子，对。而且像我那么懒的人就更加糟糕了，有没有？然后我先把这些全部丢给他们吃。有啦，都给你们吃了，好不好？不要在那边发牢骚了。OK， 这样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就先出门。我看一下，需要蜜糖跟这一个的话，我们要晚上才可以收。那我们今天就先出门，然后看一下那个蜜糖史莱姆，我们可不可以上去这样子？哎，等一下，蜜糖史莱姆是什么啊？我看一下哦，蜜糖史莱姆是吃水果。我身上有水果，应该没问题。那我们走吧。其实我记得这边里面好像是可以走，对不对？等一下。好，走吧。这里上面其实是可以走的，然后是到另外一个地区这样子。下面那边的话很危险，我记得哦。这边又可以开启耶，但是我没钥匙。然后我记得这边下面还可以再走，那一边的话，我记得好像可以靠你们来解决，好像而已。来吧，好，然后我们把这个丢下去，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好，没事了。这边一人丢一只，拿去。OK， 好，走吧。我看一下哦，这里好，这里是哪里呀、啊？这里有一个小洞口。哦哦，嗨！所以这边有一只荧光史莱姆，但是荧光史莱姆是什么？我看一下，它也是吃水果。我身上就有20多颗，够你吃吗？试试看好了，居然遇到你，那就给你吃吧。好不好？我觉得还不够哎，我们还需要多一点点。那我们我觉得，给我想下，我们再去采一点吧，采一点再回来。然后这边的史莱姆，虽然说啊，对不起，虽然说他们很凶啦，但是喂他们吃东西之后就没有事情了。通常是这样子，好痛哦，我是傻嘞。好。
好，那我们今天就有一个新的任务，我们就先去那一个什么，先去那一个那个里面。哇，自己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可以当作没看到吗？反正我们都过不久应该就会消失了。我们先去那个地下室，地下室吗？我不知道那边叫什么。我们去那边采点芒果啊，采点这些 Q berry， 然后再给他们吃好了。那我们走吧。哦，我找到这个了哎。好，我们开启地图了。哦，改次地图，这个是传送回家吗？我记得。哎，上面还有路，真假的？哦，我们又开启地图了，感觉好帅。我再继续找一下那个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捡好的。OK， 我们现在一个很高的地方，好，走吧。有啦，我们上来了，有没有？然后这边有一只大只的那个蜜糖史莱姆，有，我们上来了。你又来啦，你滚！真是的，好多只啊。好，那我们就走吧。这边我们证明可以上来就好了。主要只是这样子而已，有没有？那我们就我还是要继续找一点那个食物啦。对，我们要继续找一点食物，然后等到晚上的时候，我们要去找那个荧光史莱姆，然后跟他们要一点那个荧光，对，要点荧光，那我们就可以就是完成那个任务，看一下可以不可以给我们新的东西这样子。OK， 有荧光史莱姆了，吃一个吧 ，Q， 谢谢，再给你。好，给我，有啦，谢啦，爱你。好，我们已经拿到了我们要的那个我们的任务嘛，任务需要的东西。然后我记得这一边会有水的捷径，拿一下。然后有人，我记得有留言说什么，说什么的、啊，要那个水的那个水的史莱姆能不能跟其他的那个一起配？答案是不行的哦，因为他们的那个基因的关系，所以配不起来。我记得他说这边还有路走，对不对？我看一下，上面吗？哦，上面哎，上面有一个桥，有没有看到？上面有个桥，那要怎样上去？啊，好痛！不要炸我，拜托！感觉就好像从另外一个地方来的。算了，我们之后再研究怎么上去好了，先回家吧。晚上了，我顺便吸一点，嘿，不吸白不吸，有没有？啊，走来，我要的是那个爆炸史莱姆的。OK， 好，我们走吧，这样就差不多了，先回家。OK， 我们的水果全部都还没长，我先把这一个丢掉。好，然后我们再把这些全部给卖掉吧。顺便看一下，我们等一下看一下我们那边的那个什么已经涨了没有？希望涨了啦。话说自己全部都好赚哦，我们有550，这里涨了，果然好快。那这个是属于蔬菜吧，所以我们不能拿给那个荧光史莱姆吃，可能要等之后的。还在涨，所以应该没关系，放这些。这个的话是丢这里，给你们。好，可以了。然后我觉得我们的芒果要不要放给它快一点长大？我觉得好像也 OK， 对不对？我们这边就放这一个吧，让我们长快一点也好，有没有？然后芒果的话，我们要丢来后面这一边。OK， 好，我们就先睡觉吧。啊，对哦，我记得还需要蜜糖，我看一下哪里的蜜糖比较多，好不好？这里就15颗，这里就先放着啊，你不要照，这里吧。我们先把这边的吸出来，然后顺便交一个任务这样子。这个也吸一点吧，好多、哦。为什么可以多成这样子？27、28、29、30，好，那我们先去交任务，走吧。我丢。哇哦，这次给的东西好多鸡呀、啊。那挺不错的呀，好不好？给我那一个水果，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交任务了。我先把这些全部丢掉先，好多，好，丢完了。然后就是小鸡嘛，来，你也来，然后芒果放哪里啊？哦，这里 ，OK。然后我们先把他们带到这一边来。我决定了啦，这里就只是养鸡就够了啦，其他东西不养啦，好不好？这样好像感觉挺不错的。让我看一下哦，我们是不是太多鸡了啊？等一下，
好多鸡啊，等一下，算了，就先这样子吧，我先回来，然后我们先去睡个觉，很晚了，很晚了，先去睡个觉好了。然后我们的那些水果，可恶，给我想下哈。我觉得我们先把水果拿起来好了，好多。这里先捡捡，然后明天就可以带给那个一光山姆吃了，有没有？好，睡觉吧，睡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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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点了，十一点了，晚上了晚上了，该睡觉了，好不好？该睡觉了。OK， 6:04，我看一下哦。涨了哎、欸，好快哦，一个晚上，这也太快了吧的呀！好，那我这里就先收集，然后给你们。反正是蔬果的话，我们其实不太需要。然后这边我们也给一点吧。好，这样应该就可以了。然后还有这里 ，OK， 可以了。那我们这边就先放这吧，我们先出门去找那个荧光史莱姆，然后喂他吃点这些。吃了之后应该就差不多了吧？哦，那边还有哎，我们捡一点好不好？不给你们吃好不好？给我，有，走吧。等一下，我原本打算说用这边的传送门，但是我好像又发现到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了。嗨，我没来过这里呢。哇哦，所以这里是另外一个地区。哦，那是什么？学会，好酷啊！不要炸我，这个是猫咪 Sam， 然后这个打一下，好，哇哦，我到另外一个地区了，是不是？然后这边全部都是，呀，那一只是什么东西？哦，猫咪 Sam， 好，没事。哦，这边又是另外一个地区，但是感觉上就是，哎呀，自己又能打开门。没有其他那个史莱姆的呢，全部都是我们一直遇到的那一些。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好哦，捡一下，好，谢谢。真的哎，没有其他的了。哦，这是什么？我看一下。啊，又是什么？哦，这个是沙滩吗？哎、欸，他跳下去了。不要想不开啊，兄弟啊，好痛。他们都会跳下去耶。哦，那边有大只猫咪史莱姆，等一下我过去看一下。嗨，跳，他在好危险的地方哦，等一下。算了，我这边之后再来好了。哎呀，我差点就掉下去了，是不是？哇哦，我就这样子不知不觉来到一个奇怪的地方，感觉挺新鲜的。那我们现在就先回去。哦，这是什么？哦。这个是好多好多的萝卜，也太多了吧，20个，真假的？那我们就先回去吧，我还没到那个荧光史莱姆那边呢，就它是那一边嘛，我们从那边进来，然后这边又有另外一条路走，然后我们要走的地方是这里，我顺便记一下好了，好多个啊，好，我们要走的地方是这里，然后我们进这一边有没有？就到这里来了，有没有？那我们再从这里上去，就可以到了。加上去啊，这样子。哎 ，OK， 可以。然后我们走过去那边再上去，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应该吧？好，有了。每次都是体力好麻烦的，我等一下就要给他升级了，超烦。好，我们回来这里了。然后下面那一个是很麻烦的东西，拿去，这应该没问题吧？拿去 ，OK， 走吧。这里，那我们再从这边穿越进来。嗨，看到我很开心哦。够了没啊？我给你吃这个，你会不会比较快啊？哦呦喂，可以了，爆啦！钥匙，然后这边好渣哦。好，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那我们这边就走吧。完成了。哦，你看到没有？右下角还有升级一样东西，感觉挺不错的。不要打我！好，给你吃，好不好？我看一下我们怎么上去哈。要走去前面的。哦，我再去。
要打我，我们开这一边吧，走吧。有啦，哦，我看看哦，为什么还是一样的史莱姆啊？等一下，这里好像就是，我是不是回来到同样的地方啊？对不对？天哪！我早知道我就不打开了。我又好讨厌哦！啊，他吃肉的，为什么我要打开的？各位，我们又回来到这一边了，有没有？天啊，就这样子年纪而已，就这样子年纪而已，没有了，没有了，哦，好难过，我的一家，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给你吃啊，拿去。哦，哎呀，不开心啊！算了算了，打开就打开了，还能怎样？那你这一只怎么又在这里啦？啊，关，乖。关，乖，关，乖，关，好，可以了，我把你们解决了，看我多好。走吧，我们先回家吧。我结果绕了一大圈，我们又回来到我们的原点了。什么鬼东西？好难过、哦，等一下，算了算了算了，就当做开了一个新地区，他也开了一个新的地区。唉。我们先回家，然后把我们身上的东西全部给山姆吃先吧，太多了。我们那个又要涨了，真快。我看一下哦，你们这边还有很多呢，给你们好了。然后我们放龟速，好，然后再丢进去，超多有没有？然后接下来就是这里的话，差不多完了呀，好快哦。或者地上为什么那么多啊？好痛！不要再打我了。然后我们今天就先，我先把这个全部拿去卖先吧，好多。OK， 卖到七七八八。然后今天任务是又要收集史莱姆啦，我不想做啦。我们来升级一下我们的那个背包吧。我觉得 Dank 的话，我觉得我们需要这个的话，就是你可以就是拿到更多的东西这样子，有没有？然后我觉得这个我们也需要吧。这个的话是那一个体力会比较多，不是那个叫什么、啊、Power 会比较多，对。这些全部我们就先掉吧，大概是这样子，对，然后Sam这边的话，其实我觉得音乐要不要放啊？我觉得应该不需要吧，应该不需要放，我们就先大概这样子，应该就没有问题的吧。然后这边也差不多吃完了，等你们吃完再说。好，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先差不多先到此，没错。然后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按个赞，然后其实。继续我知道我的最新影片，这不是给你们的，这是给你们的，丢进来丢进来，好，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先稍微到此，谢谢大家收看，所以就，加啦加。